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要五毛给一块。香日月潭红茶厂，还有我们五毛来到了这个喝喝茶，开心吗？我们要去喝红茶喽。哎，喝喝茶还有那个日月山庄，它有住宿区跟露营区。嗯嗯。哎呦，所以可以露营哎。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，晚上很冷，然后我觉得白天啊非常适合出游，因为就是凉凉的，然后呢就是天气有太阳，这样子感觉就很舒服，而且也不会流汗。从三楼开始一直逛下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带他们到三楼，然后呢就这样走下来体验一下喝喝茶吃吃茶叶蛋。 OK, Let's go。适合原生种子芽山茶哦，好，是，好，试一下，来，这个我们在2018的时候比赛是得冠军的，它还是红茶中的精品。好，阿萨姆，对，阿萨姆就喝起来就有点焦糖跟麦芽的香气，所以它很适合当奶茶跟水果茶的基底茶。口感都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接着，你们楼下喝的是红绿十八号吗？这边是十八号，是。再喝一次，再看看，跟楼下每一杯是不是不一样？十八号它就有点薄荷跟肉桂的香气，所以它也很适合做冷泡茶。你夏天的时候来喝那个冷泡茶，它有那个清新的口感，喝起来很赞。那喝红茶很好，可以延缓老化、预防心血管方面疾病都不错。听说还可以去寒，是，然后暖胃的，是。这21号、22号前它是有点果香跟柚香，那茶和月旦代表它茶种是越鲜越好。
都不一样的口感。桌茶越淡，代表它的茶号越大，越大茶号越大哈，代表它茶种是越新。是，它是由奇门跟印度的大玉统一做嫁接改良的。哦，是，所以它喝起来口感回韵都很扎实。喜欢我们一家七口的影片呢，请记得哦，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拜拜。